紫衣白发，东华帝君。怎么回事儿？也不知道现在让哲言来帮忙，他会不会取笑我？玄月，魔君，你那个朋友到底行不行啊？冰块脸什么时候才肯跟我打？他还未回话。他老了，他这都多久了？魔君不急，我那朋友有特殊方法，能求见帝君手下管事丛林。他是个鲤鱼精。鲤鱼精。帝君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帝君帮我捡簪子。不错，公主的这套珠钗真好看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见过公主殿下。成林，义兄现下在何处？帝君前往膳房去了。难道是我的糖醋鱼香飘十里？公主，此时只有小九一个人在膳房，万一他
带领公主功劳的话，他敢。帝君，知鹤见过帝君。嗯。你还不赶紧退下？是。等等，先用热油滚过，再以菩提子小火入味。可这最后一味是玉石花。是，义兄，是我特意去青丘摘了玉石花根，专门为做糖醋鱼而备的。以后留在太晨宫做菜。义兄，这簪子上的花是何种花卉？这九重天上我竟没有见过，人间的东西吗？不是，是青丘的天空，青丘的星星。夜萤误入星河处，谁言之命且知非。夜萤误入星河处，谁言之命且知非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夜萤误入星河处，谁言之命且知非。帝君，这是咱们第一次说上话了。哪里来的野狐狸，叫他这样欢快？